点北啦。哦，你看还有，哎、欸，阿三这里可以放包放鞭炮吗？管这有飞机会经过吗？有啊，这些管制区。Thank you.
的是要带到一段。那个班级价钱
等一下。
换。
咱车出去吼，马祖道参拜人参拜完毕，啊，咱就吼大家弄着它。啊，咱陈大妈因疫情的关系，已经三年啦，啊，都开放了着它。今仔日在台十是吼祝平安，不是吼大家所有陈大妈的顺心大顺。那我们的九号是啥？我们陈大妈的小哥已经到位啊，大家请进去。陈大妈，然后咱多谢大家参拜完毕。好的，我这边认九号哈，所以呢，往我们要往前的方向这边来排队了哈，对对对，啊，往那边来排队哈。来这边九号姓白哈，咱现在进入该姓白的，大家呢，来用你们的多安全那个保险带队哈，啊，团队完成，咱这边来认九号。哦，就是讲现在咧，台湾分享咱这个区域，啊，是那个啊，那个四号，可能台北市所有妈祖庙神祠，台北，台北市政府官，啊，台北市安，啊，这个后面就他们家的。小心啊！看不到水。真的走，不管他碰到。
来，再往后哎！站起来，站起来！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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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马路，马路！